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4 ቀለማትና አልባሳት ልምምድ ኒ ማለ ሸማ 我买了一件黑色的衬衫。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件黑色的衬衫。 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一件黑色的衬衫。你穿你哥哥的衣服吗？ 不, 我 不穿他的衣服。你穿你哥哥的衣服吗？ 不, 我不穿他的衣服。你穿你哥哥的衣服吗？ 不, 我不穿他的衣服。你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吗？ 我不喜欢穿白色的衣服。 你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吗？ 我不喜欢穿白色的衣服。你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吗？ 我不喜欢穿白色的衣服。你买了几条裤子？ 我买了三条裤子。你 买了几条裤子？ 我买了三条裤子。你买了几条裤子？ 我买了三条裤子。 你买了外套和鞋子吗？ 对, 我买了外套和鞋子。你买了外套和鞋子吗？ 对, 我买了外套和鞋子。你买了外套和鞋子吗？
对，我买了外套和鞋子。你买了几双鞋子？我买了两双鞋子。你买了几双鞋子？我买了两双鞋子。你买了几双鞋子？我买了两双鞋子。